你好，我叫美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安琪，你呢？我叫伟明，我们是同班同学。我在二班，你们是哪一班的？我们是三班的。你几岁了？我七岁，我也是七岁。起立，行礼，坐下，举手，站起来，排队。读书。写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中文课本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白板。